知名导演福昌峰推出了全新纪录片，以赖和、殷海光、李双泽、陈定南从文学、哲学、民歌、政治领域的代表当中，挖掘这些属于台湾最自由不羁的灵魂故事。赖和是现代文学的开山祖。 找来专家学者讲述悬壶济世的一生兼作家赖和，透过层层的回顾挖掘，再度让人了解赖和对台湾的贡献。你的民歌就是人民之歌。可是导演福昌峰、刘辩与秦博的第三部曲纪录片《不羁》，除了赖和之外，也描写了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催生者李双泽，台湾戒严时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，以及在政坛有陈青天称号的前法务部长陈定南。 思想界，包括音乐界，包括政治，我希望能涵盖整个台湾的一个100年来的发展里面的一个隐藏在民间的一个力量。在台湾的历史上，就是有这么一群人，为了自由不断前行，透过影像再度被后人所重新认识，也带来满满感动。反正在哪一个时代，都有那种不可抗拒的，而且那种动机能够展现出台湾人民这个寻找。 自由的那种精神。《不羁》纪录片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策划、拍摄、制作，也挖掘出鲜为人知的人物关系或是故事。透过纪录片的呈现，也让人再度回忆起这些在台湾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。华视新闻，孙明章、郑杰台北报道。